Hello， 各位，我是黑仔熊啊、上一次梅林的抽卡才刚结束啊、咱们这次呢就多了一个新年福袋的卡池啊、那我其实没有研究非常的清楚啦，基本上来说呢，它就是你看这边它会有各个职阶哦，可能剑职、弓职、枪职等等的各个职业都就是各个职业你可以选一个。好像你只能选一次来抽，然后三十抽呢，它会有一个必中一个五星从者，但是会中哪一只从者呢？这个就真的还不好说。不过呢，我今天要来抽的呢，就是因为我们想要抽的是大地，但是我突然发现，大地池里就是旗帜 rider 里面并没有大地，只有小 rider。然后我查了一下才知道说，哦，原来大地是在之后的活动会有一天整天的 pick up 都是大地，在28号的时候吧，就是你可以尽情的抽到爆，抽到大地为止。所以我就决定我先来抽这个啊、这个必中的一个实抽。对，没错啊，这支影片只有实抽而已啦，我上面的升级石我要留给大地的好不好啊，宫本武藏就等一下我再补一个实抽看会不会中，有中就算了，没中也没关系好不好。那么这次的目标呢，你们大家都知道我已经有梅林了，再来一只孔明，哇，好，我就为所欲为了好不好。好嘞，十招给出来，来，孔明，可以啦，我相信一定没有问题的啦。你看第一只啊，就斩金出孔明哦，没有，抱歉啊，拜托吧，我不想要必中一只而已，来个两只嘛，反正每一只都是干，这个池还是有礼装哦。果然就是不能把故事想得太过美好啊。转金啪坑。不要这样啊，我们人生充满美好的梦想。拜托不要是三藏，真的最后那个出来是三藏，我真的不知道这个游戏怎么让我坚持玩下去了。哦，这是新的哦，四星礼装，好不好？我们等一下再来看一下那个四星礼装的功用是什么。转金，哎，就是不转一下，哎，真是不给面子，这个。转金，就是不转，没关系，这次是第一次得到，英灵召唤，这导致第一次得到。吉尔看过很久了，但是我真的是第一次入手。来，转个金本，哇，就是不转，转一下嘛，大大你转一下嘛。这个好像没抽过，有没有概念摘出？没有，哦，所以抽到过了，好。来，哇哇，Yeah！ 看我的孔明甲翠瑞，孔明甲翠瑞，哇！孔明在手，为所欲为啦！各位，刚刚那个必中五星是那一只吗？是吗？我不晓得，你们留言告诉我好不好？因为我不确定他那个必中哦，就是这样子啊！哎呀，我先来看一下这个礼装啊，这个自身宝具威力提升25%，好像还好，我有更猛的人。那这个是 NP 量提升25%，好，重点就是这个啦，咱们的孔明入手啦！来截个图，碎，我最喜欢截图了。好，我们来听一下啊。这个看我都忘了我还有抽到别的。いつまでかたきます啊，干，我真是忘了调音效啊。サーバント諸葛孔明何別人じゃないかと
その通り、エルメロイ2世だ。だが力は引き継いでいる。問題じゃ。問題じゃな。哟，好，我们这个开心之余啊，还剩一点时间嘛，对不对？我们不要这么急着结束这支影片，我相信大家都很喜欢看好看满的，所以这一词呢，我曾经只想要留给大地啦，不过我这边也是来个实抽，好不好？搞不好运气好啊，就出五脏了；但运气不好，那就算了，对不对？来，是什么呢 ？Lensa 困。哎呦，这一词是这个特殊版的库夫林，我不晓得这个库夫林到底在哪个版本出现过，我还没看到，就动画里面，我看过所有的动画了，但我还没看过。哎呦。这是红 A 吗？看红 A 还会穿这个射箭哦，帅帅帅帅帅！一下来个 Cyber， 嗯，哦阿卡，还、啊、这第三抽了是不是？还是第四抽了？来第五颗，第四抽吧，是哎、欸、重神没问题，来个 Cyber。我刚刚已经看过太多法子了啦，我突然觉得没差。来，再来下一个 Saber， 干李庄哭。再来一个 Saber， 哎，干六流动式哦，够了哦，流动式已经太多了哦，三七七哦。再来一个 Saber， 好、哦、来了，我跟你讲，这已经是剑指出了，看怎么会是 Assassin 啊？这好像是第八章了吧？是吗？是第八章吗？啊，干没了，只有得到这个。我来看一下，战斗中会自动发挥技能，射出一时，赋予自身必中状态和自身 A 卡指令卡的性能提升8%。好了，比较特别的就是抽到这一个了，好不好？好了，那今天呢，就大概我就这样抽了20抽，好不好？那剩下的圣经石呢，我会等到28号那一天大地池出了之后，我才再继续开抽，好不好？好啦，那如果想看我抽大地池的呢，请别忘了按一下订阅，按个订阅再离开。下次我开游戏直播或者 FGO 直播，你们大家就会收到讯息，欢迎大家来陪我一起玩 FGO 吧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我是黑仔熊，大家拜拜。